这两天呢，关于中国彻查教材这个事儿啊，美国的 CNN 跳得比较欢。为什么跳得欢？是不是踩着他尾巴了，或者是剁了他手了？我估计应该是，因为呢，现在这个教材吧，越挖问题越多，除了前几天咱们说的，插图又是教材搭配不合理。你像什么日本兵背老太太呀，什么圆明园是清兵烧的，八国联军救火，还有呢，字典里“倭寇”这个词消失了，这都是问题，难怪 CNN 跳得这么欢，他这是要改变我们的历史。所以说，我们一查，他慌了。因此呢，对 CNN 发表自己观点的三种表述呢，我也想说明一下，也想问一下。第一呢，他说我们不应该对数学教材中的插图问题进行处理啊。这个事呢，我就想。怎么样处理我们国家教材中的插图是我们自己的事儿，他有什么权利指责？难道是他们怕拔出萝卜带出泥？通过他们的爪牙挖到他们，在背后做了什么手脚？这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现？说明呢，我们对这个问题更应该严查，应该深挖。他们跳得越欢，我们挖得要越深，这样呢，才能呢切断他们的爪牙，然后呢，才能切断他们乱跳的手脚，第二个，不应该对中小学数学教材里的课本正本清源，他这个应该不单纯指的是数学教材，应该还有其他教材，他之所以如果说单纯表述数学教材的话，那应该也是害怕我们涉及到其他教材，把他所有的爪牙都一块儿挖断了，这个呢我们应该注意，我们首先说。这个话就不应该是他们说的，正本清源呢，是为了还原我们自己的历史，难道我们的历史要一直任由他们抹黑吗？如果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进入到美国教材，我们说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就是英国的一场暴乱，华盛顿说到底就是一个土匪。他们会怎么样？第三，就说，不应该对美西方文化影响进行抵制。这个回事我就怪了哈，这等于就说我可以打你，但是呢，你不能还手，有没有这样的道理？再一个，你美西方文化。是来赞扬我们的吗？你们一直在丑化、贬低我们，还不让我们进行抵制，你妄图影响我们下一代，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你们文化的附庸，还不让我们恢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，你这是搞的什么呀？我们就应该反对你，我们不反对你。我们都对不起自己的老祖宗，所以说 CNN 它也就是一什么吧，一流氓媒体，它没什么道理的，它就是一流氓对这样的媒体，应该扇他几个嘴巴子，打得他闭嘴为止。然后呢，下面我们说一下。就说你对以后教材人员的一个
选用标准或者以怎么样的考核考察啊，这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建议，不一定对，反正大体应该我在我们心里应该就是这样的。第一呢是进行严格的政审，政审你得过关啊，看看他在以往的经历中有没有崇洋媚外的这个倾向，这些人为什么成了美西方文化的附庸，就是因为他崇洋媚外，认为美国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，所有的审美标准，所有的文化价值观都是好的，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不用啊。这样呢对他考察的时间，就得考这些人员考察的时间要放长啊，如果发现问题马上处理啊，你不要过来就让他编，那不行啊，你得有个就好像进厂上班一样，你得有个实习期，他们也要有个实习期，也要考察啊，把考察时间加长一点啊，你因为短了呢他可能我就是刻意的表现好一点，你能蒙混过关，时间长了不露马脚的少，都会露马脚啊。然后呢第三，看他是不是具备爱国情怀，有的时候有些人吧嘴上喊的口号很响，但真正的爱国他们不是那样，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他得爱国，他不爱国你让他编什么教材啊啊，他不爱国他能教小这些我们这些孩子们什么呀，所以说这个也很关键啊。第四，看他是不是对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精髓有深刻的认识，咱说编教材不是小事儿，不是随便一个普通人就能编的啊，你想我也想编教材，我也想去做那些个扶植子孙的事儿，但是我没那个能力啊，我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就处在一个小学生阶段，我能去编教材教导小学生吗？所以说这一块要严格把关，一定得是人才啊，你不能是庸才，我发现现在你像什么吴勇，不单是庸才他还是间谍，这些人就不好办啊。然后呢开展行业自救啊，奖励发现问题的单位及个人啊，严查制造问题者，就让整个行业自己先自查，可以检举啊，如果你检举的问题确实存在啊，给你重奖，对于那些制造问题的人一定要狠狠的打击，不狠狠打击这是要亡国灭种的事儿啊，这是大问题，这是消灭你精神啊，怎么能还啊任由他自由发展呢啊。第六呢就是加大审查力度啊，对制造问题的人员和单位上不封顶对他的惩罚啊，惩罚这样的单位这样的人员，最高我个人感觉应该可以按照反革命罪进行处理，或者是间谍罪啊，什么里通外国这些能加的都给加上啊，因为它不是个人影响个人的问题，它影响了几代人，中国多少少年儿童恐怕都是几亿了，他一下影响几亿，你说他的罪孽是不是深重，是不是他的罪是不可饶恕的，如果你再对他轻描淡写的一处理，这样犯罪成本太低，谁都会犯罪，又有利益啊，而且呢又没有什么犯罪成本，那谁不想犯罪啊，那也能弄钱来哈，所以说对这样的人一定要严打狠打啊，然后呢对美国这样电视台啊
狠狠地抽他呀，这个欠抽啊。好，今天呢，咱们就说这些吧。